杨辉，你讲温朝龙包工程偷工减料这件代志，我有查过啊啦。啊，都下骹手人哦，骹手无清气，而且造成这个误会，请你莫见怪。阿亮，虽然讲你去用拖累，但不过你管理了无好，这嘛是失职，该杨辉小回一下。杨辉，阮公司发生这款的代志，我这位头家应该负责任。麻烦你高抬贵手，要让外口的人看咱两家的笑话。头家人拄到这种代志，大家拢无人愿意的啦。啊，不过代志若是闹大，双方拢会有损失。若是会当大事化小事，当然是上好。啊，不过要是爱正好有下面的部分，赶快落去行。免哪行？还有店面写了真清楚。只要有偷工减料的代志，长隆的公司就要赔偿大业建设。我嘛希望长隆承包的所有业界的工程要重新验收一遍。我一来心愿呢，结果你把我当作是贼，哈若无你来讲这款条件，亲，我嘛无爱收赔偿金嘛。啊，不过钱的部分就要清楚，以后大家才袂有当地卡话。我也要求长隆承包的部分重新验收一遍，嘛是为着安全，这嘛是为着要保护咱双边的商誉，啊，搁有亲家之间的情谊，这是我认为上好的方式。我真正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上好的方式。还是你根本都无看中我阿芳，所以连一点仔面子都无要给伊。阿妈，我出于这件代志，我就必须对阿妈要有交代。万一阿妈知影我是为着顾虑朝凤，才把代志处理甲清清菜菜，唔然我红妹，阿妈对朝凤嘛也无谅解啊。亲，你应该嘛无希望朝凤去受到伤害啊。雅慧拢顾虑着啊啦，伊是就事论事，无唔对啦。亲，你莫为难做事实，代志应该安怎办就安怎办，唔是较简单。老夫人啊，钱哦，阮赔会起啊。要不过恁今仔日安尼做吼，是完全无奉阮面子呢。我阿娘吼，伊管理有疏失，要不过该回嘛来回啊。啊，恁无甲阮看在眼里，伊嘛准妥煞。要不过上起码嘛看在我阿芳嫁来恁娘家，对无？有尽一份心的份上，恁嘛有淡薄仔表示一下。亲嘛，生理还生理啦，亲家还亲家，莫爱难做伙讲啊。该当安怎做就安怎做，较有气魄啦。要哪无你商场五折贴是打五折的五折哦。明月，袂当安尼甲秦母讲话。我那好讲过啦，讲这个雕塑吼足欠开，要过我看吼是三百欠啦。你哦，用你奇才的权利来你针对我那好，针对我做噶，安尼敢袂受过超过？我是你做我的工课啦，无你针对什么人啦？恁嘲讽食过我的亏啦，可是我若真正要针对，唔那是安尼。那无安尼啦，除了像我之前讲的代志，莫闹大以外，该赔偿的赔偿金，你嘛是爱赔偿给阮。啊，那之前验收过的，阮家己重新检验，家己解决。也唔过，一年来恁做家袂当接阮业家所有的工程。雅慧。我拄才已经讲过啊，迄是下骹手人的问题，而且我一家人拢总解除，拢总换掉啊。要唔过你即摆阁加一条，一年以来，阮袂当承包大业建设的工程，安尼敢袂受超过？曹龙，我知影听了以后无欢喜，啊，不过阮二嫂无唔对啊。卡叔讲伊若无安尼做，以后其他的厂商知影了，对有样。看样，安尼，阮以后嘛真歹做代志呢。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不过你是我的红事，你至少嘛要听阮家讲话，听阮家清楚啊。你那都徛在二嫂的立场啊，你敢有想过，我要安怎面对阮厝内底的人？搁再讲啊，今日来讲代志，就干安尼几个人尔，大家嘴较硬的，啊，外口的厂商是安怎有样看样啊？阿芳，这世界上无秘密，你袂当用这种角度来看代志。
啊，敢讲以后有啥物代志拢要用说的，啊，代志讲讲的就准拄煞。老夫人，阮祖家心中有着代志，也毋过今仔日行即逝，就是要来问看卖，看代志要安怎处理。想袂到你有查某这两个存心不安来糟蹋阮祖家，搁糟蹋阮查某囝互我看，我看有哪方真正是见毋着人呢？亲，你安尼讲。 会害阿峰阿姐为难的，为难阮阿峰的人是恁，毋是阮。哎，好啦好啦，莫阁讲啊，安尼阁我就嘛无意思哦。我开一个条件，恁听看卖咧，吼。赔偿金我来付，也毋过你讲一年袂当包工程，即个代志我是无法度让步啦。也毋过即点恁若是无法度同意，阮阿峰我即马就带来做，莫互伊寄来遮吼，你看恁食穿啦。 周刚一年来袂当将阮叶家所为工程，这是对阮妹娘包，因为这是经营的完整。你爱我甲阮阿公马上撮草，你直接讲就好啊，毋免讲啊啰啰的。阮是无希望因为公司来影响着曹凤的婚姻啦。你想我清楚，你即摆硬甲曹凤娶回去，曹凤要怪人是你，毋是怪阮哦。因为即件代志自头到尾，阮拢是对的人。老夫人，即摆伊代表你就是啊。我无讲话，就是必须讲。 啊，我掂掂就代表伊讲了无毋对。嗯，那呢，你嘛听我清楚。今仔日若是要讲你，我直接撮律师来就好啊，毋免惊这一撮。你要讲你无要讲情，就代表讲你无带谅这个情分，那呢嘛无啥物通好讲啊。阿峰，你要来等。你会当准备离婚啊？ 妈，我是很久都爱关心这个我少强的，这是我的选择。你敢有当存着我一届？你阿妈和你个同事还对我安尼大声，只你阿妹一句话都无，你即马过来这里家庭时啊，干他个一空的啊！即马是安那世界中的查某人死了了后，干他等？我袂甲你等啦！你我讲一遍，我袂甲你。妈，你一家人就是讲袂当啊！ 你无要听我的话，紧，自己的开始你卖叫我，你做你的也在台，我就当作无是你这种囝，倒来等。你讲我伤过，我开电话我就艰苦的呢。你是我的红绳，你想怎么保护我？你应该听我讲的，唔才对。好啦，好啦，互你拍，互你拍，互你拍嘛。总比吼，互你去拍表嫂，因那下代志愈母愈大，更加好啦。无安尼啦，来。 遮拍我大力嘞！安尼吼，看你火气人较消无。你是我当作我，我是爱出人出气是无？唔是，我只是爱记你。你拢无爱替我讲话，你是阿嬷的宝贝金孙呢。告诉公哦，你会当替阮家的人讲几句话，阿嬷因可能都会听你的，代志就袂安尼啊。 你要叫我违背良心吗？什么叫做违背良心嘛？我小弟都已经有解释过啊，那是伊的下骹手人偷工减料，伊根本就唔知影。谁讲的？你小弟是头家呢，啊下骹手人伫遐咧乌白来，是管理无好，那有可能唔是伊的问题？啊，若照你安尼讲啦，这钱是头家咧赚，啊出代志啊，拢唔是伊的代志。 啊，在天底下哪有这么好康的代志哈？那是因为阮小弟哦，伊人伤好，伊让伊下骹手人骗去啊。安尼，佫较会让伊好好啊想着家事，才会学着经验。啊，若无啊，照你讲的啊，恁小弟人伤好，啊，规工靠庙下骹手人骗去，这公司吼，早晚会倒啦。你是阿做对你大哥做工呀？ 我唔是听甲你坐讲，也是只个确实是恁后头找唔对，就算讲，算讲你是我的太太，我嘛不用无讲道理。对，我就是无讲道理，我就是阿爸，我就是为着我的头厝，我为着我小弟安怎，敢会呢？
我唔敢讲袂用的。那咧好啊，你即摆去甲阿妈讲，讲头讲今日即个代志，使到即摆安尼就为止啊。我讲无好，我的话就无够咱。而且我若是拄到二嫂甲表嫂甲我讲道理，我有投降啊。 叶少强，那真正是安尼，咱就准备离婚。曹凤，咱才拄结婚呢，你当凊凊彩彩讲，甲离婚两个已经讲出嘴啊。对啊，我妈讲，叫我离婚的时阵，我妈讲我无爱。 啊！不过我今麦发觉，你根本就无爱我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不如讲去离婚，卡袂来拜咱两个啦，无？第一天我有分对方啊。我哪会无爱你？啊，代志敢唔定不管遮尔严重？反正你真正要离婚哦，我今麦紧甲少强叫来。嗯，无啦，我不会离婚。 你不爱离婚哦，你就共好好讲嘛。啊，你先起个讲，起个动手啊。伊连这嘛甲你讲哦。伊无讲啦，是即马爸咧问你啊，你家己讲啦。诶，迄翁你家己拣的呢。你吼嘛对人较温柔的，一粒仔钱尔，你敢怕赢人？啊，我就想起啊。 当初我看伊哦，伊表人才人高马大，感觉伊哦会当托付终身，比较过好伊。想知啊，伊在业界讲话遮尔无分量，迄业界哦拢是查某咧做主，你敢知？爸问你，除了这点以外，少强是真正袂歹。啊，阿妈无拢共款啦。 每一个人的功能无共款，咱爸仔囝做伙几年啊，你的性地我真了解啦。啊，恁才当结婚呢，伊还佫咧问你的性啦。啊，佫有啦，你家己嘛爱付出啊，人伊嘛无毋对啊，袂当敢怪人啊。你吼，若拢要像恁妈安尼啊，最后吃亏的是你家己啊。 那安尼要安怎办？无安尼啦，无你着我插一刀，啊，家己个人回去咧，你找我，甲因补回一个。食饭、啉烧酒吼，甲话讲哦，人听的心百转文的，这拢无困难。从最后是来改变家己啦，你爱学遐吼，人人好，安尼才会得人听。如果后摆人有好的机会吼，伊无一定互你，至少袂甲你害嘛。 我拜托你，先去。二嫂，你若是无答应我，我不爱去啦。你甲我过，我也无法度做主啊。是啦，杨慧已经嘛有心嘞，你莫互伊情绪起起落落。去，我只是想要替阮家解决问题。 二嫂，就算讲你无法度做主，啊，不过阿妈嘛是会听你的意见啊。阮嘛只不过是要爱一个面子，但伊先生就是会当摕着赔偿，上着上着，这根本就无重要。我嘛毋是讲要逼什么人去承认，搁再讲，咱两个也是亲家啊。嘛毋是无道理，我会甲你讲的话，转达给阿妈知影，请伊考虑。 雅慧，你先听我甲你讲完。曹凤，我嘛希望你能甲我斗相共，尽量说服恁妈妈阿哥恁小弟，照我开的条件来做赔偿。阿妈感受到恁的诚意，有得甲恁小弟的公司，每一年都会当承包咱的工程啊。恁先做好人，人自然就会做好你啊。你感觉安怎？你唔通误会哦，我唔是爱恁兄弟什么错误。 我只是想要讲，请你家己错误，人要得到别人的谅解，等到会较简单。咱大家做伙。
试看卖好不好？